大家经常问我一些问题呢，有关于陈奂霖最近电影在做什么啊，有没有拍什么电视剧啊，演唱会方面怎么进，有什么进展呢、啊？什么时候有新唱片呢、啊？会不会做舞台剧啊？想跟什么女明星合作，我就一次够一口气，把它全都答复好不好？首先电影啊，去年拍的《踢踏踢踏》，跟林保怡、跟伟力哥，今年应该就会上映了。希望大家会多多支持啊！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陈奂霖写的，有机会我有份唱哦，耶！所以到时请敬请留意。电视剧方面呢，去年拍的在内地拍的特别输送，我也会唱这个主题曲啊，今年也应该会上了，有林保怡啊，有成龙啊，等等等等，周海媚啊，伟力啊，太多人了，很好玩，很精彩。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前年拍的《结婚谎城市》，现在呢在电视上又重播了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很荣幸。现在呢整天都忙着在设计和揣摩我的新录音室，准备做我的新唱片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机会看电视。不过看到的时候，我也会很开心。现在新唱片的方面呢，公司呢帮我安排了很多东西。这张新唱片呢会是太阳娱乐 Paco 他帮我设定的。因为虽然我是一个很好的厨师，但很好的厨师也需要到外去吃其他厨师的餐厅、其他厨师的菜，去学习、去研究、去享受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享受我公司的烹饪，技术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唱片。听说 Paco 已经帮我选了第一首歌，我很期待。在舞台剧方面，我刚刚帮这个尖锐文和 Isabella 的新舞台剧做了一首主题曲。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下个月就会录制，然后之后呢，就会跟舞台剧的宣传期一起上街跟大家分享了。最后有一些朋友问到陈奂霖想跟哪些女明星合作，我现在就跟你说，徐小凤、张曼玉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跟他们两个做歌。如果是男明星的话呢，梁家辉、焦辉哥。好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